冇谂过佢会送埋呢咁无聊嘅嘢。我收过七粒金啊，寓意七龙珠嘅话俾我许愿咯。你有送过嘢俾我咩？用纸折出嚟好多层嘅空盒啊！自制嘅盒咯，擦纸胶咯，包我咁大嚿，我抌咗啦依家。我有 friend 收过肉饼，朝头早买嘅肉饼，但系夜晚送咧，一开出嚟系一阵尿味。有人送过一盒曱甴俾我，心情系都几中意。音乐盒咯，嗰嚿嘢成300多元咯，我冇谂过佢会送埋呢咁无聊嘅嘢。佢讲我想要咩咯？佢讲我想要咩就买咩。丝袜可以攞嚟笠头，我有得笑咯。淘宝平啲应该多嘢拣咯。酥刨如果喺香港买成几嚿水噶嘛，但系我觉得剃须呢啲嘢都系差唔多噶啦。集运嗰啲咧都抵嘅啲运费啊。想拣礼物送俾人，由即日起至到12月31日，用健康亚洲信用卡喺淘宝网同埋天猫平台买嘢，都会有5倍积分奖励，即系有2% 回赠。加埋购物平台本身嘅12%优惠，推广期内记得用健康亚洲信用卡扫货啦。如果想知道更加多健康亚洲信用卡优惠，记得上呢个网址睇下啦。借定唔借，还得到先好借。今晚就翻去买玻璃送俾你。申请信用卡，睇睇 Hong Kong 卡，你的生活理财平台。